今天要介绍这间松亭三代猪肉汤品，它是具有70年历史的老店哦。这间呢是猪肉汤饭的专卖店，白切肉套餐呢，它的用料很实在，也很丰富。看看这几个肉，是不是油亮油亮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？血肠套餐呢，是搭配了招牌的猪肉汤。这个血肠吃起来啊，不像糯米肠跟猪血糕，它反而更湿润、更 Q 弹，味道更足，我觉得非常好吃哎，一定要来尝看看哦。另外这个是内脏汤，我怎么摇来摇去都是猪肚汤，为什么不叫猪肚汤呢？虾酱跟辣酱让你去调整辣度跟咸度哦。哦，这一口吃下去，好满足哦，非常的鲜甜，满满的猪肉香。我跟你们说，爱吃猪肉汤饭的朋友们，这一间不可以错失啊，一定要来吃看看啊。